都一直囤着。你看，我其他都一直囤着。这些作物，我一个都舍不得卖。仙人掌金的品质79个，76个，就舍不得卖掉啊。即使它没有太多地方要用，啊、还是觉得，嗯，反正后面的钱很够用啊。你就想到那些留着留着。然后这些是从蟹笼里面捕获到的，要不然就是海边捡到的，我也舍不得卖。对啊，他们讲石器，我也是第一个想到石器时代啊。不是啊，是石器。石器之灵。是石器耶。是不是？还好我离开了。哇，你又跳了。还好你认真读书，妈才有大房子。我好担心你大哥，他每天不务正业，整天只知道打麻将。你知道在讲什么吧？这是什么？那你没看哦？没有，这是什么的？那个利古利古新年财。啊、哦。阿梅啊，还好我两个儿子一个有出息。哦。有我影响他们那个搬去那个四人那个双层床的时候。妈才有大也磕不进去了。现在8:50，等我姐。我先起来看一下好了。我才挖一件。还有，大哥等他去不是哦，那个是电影台词哦。现在游戏是怎么个断线法？没有，他就突然出现一个错误。他错误之前，他会让我游戏先停顿一下，然后就知道啊要跳了。嗯啊，惨了。好了好了，那回家了。哈基在睡觉，你赶快回来！哈基在睡觉，你赶快回来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！我把面包卖掉了。然后等下去养。还是你面包要留着？不用留啊。拿去送人。不用留啊。好，那就算。哦，你是说那个要送给那个、哦？就拿来送人啊，路边看到人就，嗯，看路边看到人就送。没关系，我相信还会再捡到更多的。好的。我相信着你。可以，我卖了56个，所以是啦啦啦啦，哎，一个多少钱？60，3万，3千多块。需要处理吗？我是想处理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啊。有人叫我说验证完整性啊。是，嗯，不知道。完了，被卡住了，我没有被卡住。完了，你怎么了？你卡在这里了？不是，是哈基，哈基没点，对不对？完了，包包又没了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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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蛋了，完蛋了。跟他们阿米哥的讲一下，快叫哈基回来点一下。嗯，阿米哥。完了，完蛋了！工作室的有人可以叫哈基回来吗？嗯，感谢细菌，不然。包包又要被吃掉了，完了，感觉他们都不带手机，在吃鸡排，怎么办？完了，完蛋了，所有人都在吃鸡排，糟糕了，完蛋了，看来我们今天要打住了。这个画面会停多久呢？观众，25分、30分，下注，下注赌起来。
那些会断的只有心入骨，不是很诡异啊。诡异啊！啊，播广告，我想起来了。对，我也好久没播广告了，好像终于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么穷。反正他们没回来，我们播个三分钟广告怎么样？行，你敢说，我敢做。我播了，三分钟，哎，我那么久没播广告，播一下嘛。对啊，他们不会那么早回来啊。他们去买鸡排了。为什么播不了广告？嗯，兔子，你帮我播了。播放广告，您目前非直播无法。哦，哦，他说我非直播。为什么？播放广告，我狂点呢。每八分钟才能播放广告。嗯，嗯，好神秘哦。他连广告都不让我播，太诡异了。哎呦呦呦呦！感谢云云100小气点。哎，你们一直给我钱，我会怕你们饿坏肚子哎。虽然说看广告可以送，真的，但是不可能都同一个人一直给一样的金额啊，这样我很担心哦。怕怕的，大家吃饱饭再来抖那哦。真的真的真的，你们可以抖厨余剩饭给我。嗯。就可能今天吃的东西89块钱，那你可以抖个11块给我。我听到哈基的声音了是吗？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。哎，你有点到是不是？对，快点，我包包快不见了，我怕断线，你赶快！哎，各位观众，还没到25分钟通杀，谢谢。哎，通杀！我刚才开局赌说你多久会回来。刚刚因为我有没有开连点，结果没点到。没点到。就 OK， 结果他们就卡住。好好好，就全部都等卡在那边不能动啊。对呀、啊。没关系，我播了一个3分钟的广告。要怪怪团团，要对，要怪怪团团。哦哦，啊，这味道真的好重、哦。那个当团长就这样嚣张，凶吧？哎呀，你们明天有没有想玩什么？下午或中？明天？对啊，还是继续玩这个？可以玩达尔文啊。不在家。哦，你们不在家哦。你们不在家。好不？好不？那就养蜜蜂喽。可是我明天晚上跟人家揪团，虽然他们不一定会出现。揪啥？要取什么名字嘞？玩一个打僵尸的游戏。打僵尸是什么？那个讲打僵尸也不太对，他那款叫就是期末考，然后他是4个人合作的横向打僵尸游戏，关卡制的一个蛮神秘的游戏。嗯。潘木，我要去送潘木画。我要养鸡。哦，地精。地精多少钱？进入看每一个东西多少钱，如果蛮贵的话就开始。啊，所以刚刚卡多久啊？1分钟，3分钟吧。5分钟以内吧，没有很久。哦，那就好。记得之后去看团团的那个影片啊。好累啊！你们在哎呦，就是三个大男生在这个房间里面弄得气喘吁吁的。哇，这么激烈，非常激烈。我们来猜猜今天会断几次？来呀、啊，我觉得超过10次啊，刚刚应该已经加起来5次了啦。就看我开多久咯，我要说断个20次也可以啊，就开到早上啊。真的。建筑，100个石头，我差几个？买石头。我要做坏事，我石头用买的。做坏事，买。没有很多的话。我用买的。没办法。你，所以我们矿道到底开了没啊？矿道好像还没。
他好像没跳那个剧情出来，为什么？是我没触发到吗？哦哦，出来出来出来！看我在用脚哦哦，断线了啦！哇，扣钱啦！我在用脚屋啦！完了，吃钱了，我爸没吃啦，应该是盖下去才吃啦。你看现在还是四万块，四万五千五百四。那还是。然后结果你发现买的石头都没了。我叫哈基瓦。我谁知道他过来干嘛？就跳这个东西。好笑，那我要去买会员了。你就加会员吗？可以。好啊。哎、欸，买多少啊？一万块。哎、欸，狗请扣吧，还是一万块？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我们这样看得到魔法师吗？还是要等明天？明天不是明天魔法师才会来信吗？魔法师没差吧？他只不过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走过九甲的路线。没有，好像也可以解锁那个啊，活动中心。哦，它只是那一块地变成那个什么？就只是说你全部玩。欸，只有业主可以来买哦，业主。啊？业主买会员。他说：“我们的记录显示你和其他人住在一个农场。我很抱歉，我们只能向你所住的业主出售会员资格。只有哈基皮来买。”那么猛啊！也是的。休假。休假。家里慢点。家里。休假。家里好矮吧？家里好。哦。家里唔免惊，你想干在家干什么？我怕谁开地奶，我拍谁咖喱奶。愿意成为，所以今天还是明天啊？不知道，我没有走过九甲路线。是当对啊，我没有走过九甲路线。九甲是不是就把那个活动中心变成他的那个啊？要全部解完啊，他就是把那个变成仓库，不是吗？对啊。应该不是马上变仓库吧？马上变仓库，应该是慢慢吧。巫师用不到哎、欸，巫师就废了。我买了。哎、欸，你八七哦，你们没去点看板吧？下面看板。下面看板。赶快来活动中心看那个啊！有我点了。哦，我还没有，我来了。哦，所以我们明天就可以去跟巫师，嗯，会了。会，美姑咪，美姑咪姑 ，explosion，X 咖喱棒 ，X 咖喱棒，他们说什么闪退爬文都说改成美式键盘就好了，美式键盘不是没有啦，就是改成英文输入吧。可是平常里面，我当然都是用英文输入法、啊。对啊，不然你不要走路哎、欸，你走路会一直跳那个、欸，所以这左上角一直跳出来。你现在在按什么？你就一直特呢么么么么么。没有没有，你会四个在那边画，因为它都是头音，你没有办法打出一个完整的。對打开包包，哥呢呢。你就一直可呢么可特可，超烦的。哎呀，好巧哦！你们在这里，好巧啊！在哪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好巧哦！我去找你们。哇，我们好巧，都在新路谷。我去找你们。哇，你们都在这同一座城市耶！哇哇，是我。遇到红皮肤。哎，为的花野菜。路易斯抓到，随便。停在，哎、欸，弟弟，弟弟过来讲话，弟弟。弟弟过来让我摸。弟弟过来摸两下。弟弟过来让我看。
让我看滴滴。滴滴。滴滴，让我看你的。滴滴，让我看看。的玩具。欸，那我们就不用留那些什么特别贵的东西了。对啊。嗯。就是作物都可以直接扔啦，啊，就只有那个啦，海边捡的那些珊瑚那些要留。嗯，因为有那个啊，下雨图腾啊。